首先，我先生係韓國人啦，咁我哋轉擇咗上 F&B 個生意之後，想做翻啲韓式嘅食品啦。韓式飯卷店絲鵝網 Grab and Go 今個月中喺觀塘開業，係由 Kevin 同佢嘅韓國丈夫金先生成立。飯卷嘅製法、配方都係嚟自金先生嘅媽媽。